我知道十五樓唔得，我要十四得啊，原來十三，十四都唔得，正正十三，十四都唔得，十五OK，十五即係穿過嗰個，即係直接，其實你可以搭去十五樓，試下先，你班房，你過咗，過咗搭十二就得嘅啦，一邊唔得，你早就唔得，直接到門開就得啦，佢平時唔得，因為鎖咗門，冇啊，全部都唔得，上次。 過咗搭十二就得㗎啦，係啊，鐘先得。我知鋪嗰個問題。佢有人都唔得咯。有人都叫開。鐘啊！得。爭七會上。 點零鐘就有人到啦，係啊，夜晚。咁就六七點鐘到就開會，咁跟住咧就八點鐘啊食飯。下咁講寫嘅密碼，幾時幫我即刻破？ 老師，我頭先喺樓下撞到肥仔。哦。誒，佢話食啲嘢就上嚟，未食飯。係啊。係啊，琴晚話畫畫啊。我相信我冇講錯㗎。嚇？死！你好似冇話筒。係啊。教佢人。教佢其實都幾唔得閒。